Running Man 在日前释出了 Seventeen 小分队傅硕顺出演的节目预告，只见当天成员盛宽、DK、Hoshi 一登场，众人便开心的一起跳着热门曲 Fighting。这三人也不改综艺人的性格，完全融入 Running Man 成员的疯狂状态，不仅互相吼来吼去，甚至还扭打在一起，场面相当混乱。而在一片吵闹中，梁世灿也突然向 Hoshi 提出地狱级提问，表示你有交往过像那样的女朋友吗？让 Hoshi 一时反应不过来的表示没。我不知道，秒变回偶像自我的样子，也让在场所有人笑翻。